家好，我是小丽。昨天还是大雪纷飞，今天就阳光灿烂了，快过年了。今天就待在家里做一道传统的特色零食，你们有见过这个吗？待会我就做给你们看。先来生火，现在我们来调一下面粉，这里是2斤面粉，400克白糖，3个鸡蛋，200克油和适量的水，加入白糖，把油也倒进去，加入适量的水，调面的时候尽量沿着一个方向，水不够再加一点，调成糊状。调成这样糊状就可以了。这个加热后用纱布擦少量的油，非常的松脆，好吃。太松脆了。有点焦了。这个东西啊，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我做了差不多一个下午了，现在才摸到点门道。你有吃过这个吗？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或者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